超商货架放满超过十种不同口味的泡面，任你选，台湾还是进口，通通有。其中放在最上面这款是台湾新推出的泡面，波纹包装吸引民众目光。一个是台湾制，一个是外国制的。这么贵啊！有需要的人就会买了吧。这款 One More Cup 泡面，有些民众觉得跟莱克很类似，仔细看都是统一旗下商品。两款相比，莱克净重63公克 ，One More Cup 60公克，不过价格差一倍，莱克只要25元，新款价格翻倍涨要55块，差在哪？实际测试给你看。进阶版 One More Cup 只要两步骤，撕开杯盖后，调味包已经帮你配置好，直接装在里面，加入热水就可以食用。来一克泡面还要先撕开调味包，再撕油包，相较比较方便。那现在的这个新的产品，它在整个的诉求上来讲，它强调是一个 One Touch， 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把这个杯面打开之后，你只要冲热水就可以了。主打轻便精致，反映在价格上，跟其他国家知名泡面相比，同样杯装大小，韩国知名辛拉面39元，日本日清拉面49元，统一 One More Cup 泡面来到55元一碗。这次推出新口味泡面，包装升级，内容物也升级，直接反映在价格上，挑战民众的消费习惯。三新闻胡克强、廖安宝台北报道。